老师的带领的 Helen Dancer 带来了两首舞曲哈。那在我们的老师在测这个台的时候，顺便再介绍一下哈，补充介绍我们青春歌友会理事长黄静元黄理事长，请你挥挥手。他每次都坐那角落边边，害我又没有看到，不好意思，谢谢理事长哈，很早就来跟我们报道，谢谢理事长啊。啊，那给他打个广告哈，我们理事长是在7月21号星期六也办假日广场，我也帮你打广告嘿，大家要来哈，青春歌友会的哈，大家要来个做热闹啊，谢谢理事长啊。还有呢，接着来请我们的老师哈，啊，还有一个哈，那还有的就是我们的蓝天，蓝天大家知道哈，我们的李董特别有跟我补充一下哈。请所有的我们的与会乡亲哈，待会在活动结束之后，7点到晚上10点，由我们的蓝天所准备的街头艺人的演唱，请大家有空就留下来欣赏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了，现在请我们的老师来准备，掌声鼓励，谢谢我们的张美玉老师。